不要唱，我也换我了，换唱一首老的歌。我们还是习惯唱老歌，老一点的歌曲好了。其实说，其实你不要这样讲啊，就是假如没听过就当成二十八天前刚出的专辑。哦，对，新的。因为有现在的歌曲太多了，我们对我们也你可以看到那个华语音乐的创作的那个能量非常的可观，可是有一些是经过时间堆积而成的歌曲，其实它更多。 然后我们可能会，好吧，我们有一些年纪嘛，然后我们还很年轻啊，我们今年28，剩下的放眼好。心情还不定。很接受你的情，你没听过这首歌。这首歌，他的原唱者叫做李树全。对，反正好吧，这我女儿一定会跟我讲说他是谁。 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闪动，微笑挂在你的嘴角，张扬我的情怀，总是让我无法。 言语，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 告诉你心中。
这首歌是我设计他的。怪。对啊，你有练这首歌啊？我在底下唱都很顺，很快。哎。然后马上。这首掌声最多的，下次我们就不要好好唱。你说不好好唱的歌曲掌声比较多嘛？那是鼓励。好，鼓励是吧？对啊。掌声鼓励，好不好？对啊，哦，好了，那我们。